会长是咱的翁总会长以及龚主任委员，以及咱家各位绅士协会的好朋友，和各位来相挺郭家园的好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大家好。江元兄及阿如哈，十几年的好朋友，我们是在绅士协会来结缘，一起一个非常认真打拼，而且真久来的好朋友，所以大家来给倒数听，大家好不啦？好。那阿文棒不棒？棒。就这些，阿文棒不棒？棒。阿文好不好？好。阿文是不是好棒？好。啊，好棒的，需要咱乡亲时代吼。来给他倒休庭，因为选举吼需要，不是讲单靠伊一个人，伊一个人是无办法，一定爱靠咱只好朋友来给他倒休庭、倒优票，安尼才有机会。而且伊阁提出真侪好的建议跟意见，相信伊也做立场了后，一定会落实来改变我们葫芦里。葫芦里需要有新人。新人有新的想法，也有新的一个创建了。由我们葫芦市来改背书，还有我们绅士协会，还有我们郭主任委员，以及我们国民党全体都来相挺我们郭家园。所以郭家园一出来参选，不是讲加代表一个人名，伊是代表真侪真侪人的心情，真侪真侪人共同的力量。所以阿如你家嘛要替咱郭江源来背书，因为伊甲因太太吼，真正是一对非常非常认真打拼的好人，相信他们也会为我们里面争取更多更多的建设。这是阿如特别以竞选总部成立，特别来为他加油。那阿如也希望可以跟我们郭理事长一起来为咱葫芦里，一起共同来打拼，为我们国民党、为我们连胜文以及我们其他的议员，大家一起共同来为我们葫芦里一起来共同来打拼。所以你家阿如除了来诚心诚意祝福郭家园成为我们的郭里长以外，也要用这个机会邀请咱的乡亲时代阿如的总部成立是十月十八号早上九点半，也毋忘乡亲时代如果有时间，也会当半夜来给阿如斗相听。阿如一定会甲咱的郭里长共同来打拼，为咱社会。啊，最后还是不免俗的，要来为我们的郭家园来给画一个，大家爱看大声哦，表示咱对咱郭家园的支持。好酸民哦，你力往靠，往前冲，需要咱乡亲时代来给倒加油吼，多给多的一点的加油站，他就会没油，所以大家都做他的后盾，好不好？乡亲时代就该话动算，声音就爱较大声的，愈大声就代表对伊的支持是愈大，安尼伊就会当更加往前冲，为咱的未来乡亲时代来打拼。所以阿如话郭家园，咱就来给较大声话动算吼，郭家园动算，郭家园动算，家园家园家园动算动算动算。我们继续说，把华鲁姐姐好不容易机会，干杯！谢谢大家，谢谢。我们也祝如赖议员也高票当选，那也一种台北市议员。这样话，都将也赶紧话动手。好的，好，谢谢哈，谢谢赖议员，感谢我们赖素如赖议员，感谢你啊，也祝你高票当选啊，加油啊！好，其次。我们再来邀请我们连胜文的联络处组长。